新竹市玻璃艺术节在今天盛大开幕，展出了台湾、日本、中国一共70位艺术家的80多件作品，要让每一位参访的来宾都可以感受玻璃的色彩跟造型之美。2024新竹市玻璃艺术节正式启动。年举办一次的新竹市玻璃艺术节，16号在新竹公园正式揭开序幕。除了枫 Life House 以及玻璃工艺博物馆两处主要展区外，清大、玄奘大学、元培医师科大也都加入，成为卫星展区，以精彩细致为策展主轴。分为六大面向，包含是我们的虚实加减流变，针对玻璃创作不同的温度、工法、技艺啊，来去做整个展区的一个规划。展期直到12月8号。今年更是集结台、日、中等8个国家，与51位艺术家前来共襄盛举，共计有超过80件精彩作品，因此也吸引了许多相关领域的师生前来，要让每一位参访的来宾都能感受到精彩细致的玻璃艺术之美。记者新竹综合报道。